我们跟你的视频合作了舞台 ，so beautiful。我就想你快回来。好，你把麦克风当成你听众的耳朵，你们觉得这首歌的距离应该是怎么样？很近，应该很近，贴着耳朵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你反而越小声，他们会越想听你在讲什么。这首歌尤其，姐姐你好，这里是你的绝宝贝的来信，很抱歉每一次跟你对话时的口出狂言，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。老师们好。为什么你穿了一件中国女孩？我喜欢。这样讲话不像陈珏。好娘啊。很娘，对。或许你喜欢我们之间这样像朋友一样的互动，反正我喜欢。这个陈珏哦，我很开心他一路以来都能够保有他自己的样子。哈哈哈哈，太像了，你看陈珏的卡片，你的绝儿宝贝，我的最